朝着互相的方向走了15分钟。哎呦，喜欢这里吗？我喜欢。在采访我们？对，我在采访。知道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。哇，我不知道哎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好的。是我们逛街看，就是他介绍我来的店。是的，其实我有很多耳钉是在这里收的。哇。